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鲤鱼。哇，我手柄都震了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玩坦克大乱斗，不是？你怎么趁人之危呢？等哪个是攻击？哎呀，蓝色的是我，黄色的是他，你脸咋黄了呢？开始。You ready？ 你打不着我上墙了。来打我呀！哎，那边有可以加的东西，这什么？空袭啊！太帅了！喂、哎，哎呀，我赢了、哎，我赢了。哎，为啥呀？空袭吗？你也没袭着我呀？他就袭着你了呗。他是啪啪啪，狂轰乱炸。行吧。你刚才你说错了，你那是紫色，你那紫。我这蓝，这回你死了吧？蓝色不是蓝紫色，蓝紫色。我怎么样能？你看我给你来隔空打猴，看，看我子弹这弧度。太垃圾了！哎，我又加了个增援，哎，我有小兵了，这太赖了我。小兵没有用啊？咋没有用？我这又有个东西可以加，这是王者荣耀里的米莱迪。你完了，我又有这什么呀？我打晕了，女孩，我打晕了。这还有个樱桃，双重火力。我给我自己打死了，你发现没？没事，反正我就相当于一个军团一样。来，哎，上面又有东西，我就加去。哎，别打我！哎呀，我打着你！为啥要摁那个？哎呦，我耳机给我吓掉了！为啥要摁那加速呢？就很烦。开炮！哎，哇，你的战术目镜，把我那个意大利炮给我抬上来！你有毒？怎么给？哦，这个也是开炮，是吗？你这战术目镜屁用都没有，有用就耍帅用的。你。哎，开炮！怎么加速？怎么加？哎，那地方有个樱桃，樱桃是干嘛的？双重火力！哇，牛逼！我这两连炮，哎，这水进不去啊！我得赶紧跑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快跑！哎，自己把自己炸死了。不过你快赢了，你还有一星。我再有一局我就赢了。你看我多好，我等你，是吗？这就是公平的竞争，你知道吗？整挺好。哎，那有箱子。你好呀，你好呀，你好呀，你好呀。哎呦，哎，大颗子弹，我那什么东西？完了完了，里面全是道具，我离你远点，你知道吗？吹风吹，我可以把你子弹对掉，撞死你。哎，空袭，我啊！哇！哎呀，你血了！你刚才在我死之后还弄个增援。你好，完美。我看看我的评价。你的评价是什么？那叫什么？滥发信息者是啥？就瞎按呗。你呢？是那意思不？不能吧。风车骑士。哎呀，继续。风车骑士。哎呦，升级了，咱们。已解锁新的区域，这是我们共同的成绩，骄傲吗？我骄傲。自豪吗？开炮！精神病。哦，这兵，看，直接一招制。哎，那东西好像朝我这边来的，看到没？那个大玩意儿，我上去先加箱子去。你完了，我加箱子你就完了。哎，我把箱子打没了还行，它这加速要反作用力。这什么？哎呀，你死了！你好，哎，哎呦，我。怎么能说啊？中间有个那个东西，你当我傻吗？你觉得我会碰它吗？不能，双重火力。这怎么？为什么这局我就总输呢？要完胜了，能给一个解释吗？哎，我有保护膜了，我现在有两条命。他这是对弱势群体还有额外帮助是吧？完了，我先把你那边箱子打掉。哎，打不掉，那我就加去。哎，陷阱箱。弟儿，你完了，受死吧！哎，你还发个表情，我也发，哎，发不了，给我的机会不多，你机会挺多吧？看我给你来个抛物线啊！我想把道具打没，哎，谢谢你的道具，谢谢，吓死我了，双重火力，哎你。你打着我屁没打全我，那也死自己，我都不用动，我都不用动增援。哎，我又有小兵了，你上那边没有用，你看我怎么打你。哎呦我的妈呀，
哎呦，我害怕，我先动，不敢动。你敢动吗？哎，我觉得这个游戏它那加速有点太坑了。你来打我呀！哎，牛逼吧？我以为你在这儿。对呀，那我这么哎，我这都能赢。我是什么？缩，我缩头乌龟。好像为什么叫不叫裤子揭开门？你刚才那个小鹿好像，反正都挺酷。哎，你看我这战车才酷呢，谁的酷？你还打我？来，你瞅着，开炮！这怎么一堆汉字？哦，要跳在上面，谁掉下去谁就输了吗？看我怎么飞到你旁边，像忍者一样。哎呦，太帅了！你要开炮了吗？我也要开炮。我现在要打爆你！你这怎么眼睛一股味儿啊？滚来了，我也战术目镜了。哎，你掉下去了、这东西要防刺眼感觉。哎，我在那边看我这战车多酷啊。哦，它射程有限。看我这看我这犀利的步伐。你是打不死我的，我是小强你知道吗？这枪你记得那个蹦蹦梅花那个吗？哎呦哎呦，我感觉戴着这个眼镜的人就被诅咒了。我不相信这是诅咒眼镜，你知道吗？我可以突破他的诅咒。哎，我不戴这眼镜了，我不戴这眼镜。Fire！ 想说却还没说得，有很多。为什么死了你就喝水呢？加油，我不拦你。我说这地图太恶心了，它太多地方掉了，我白给你好，我是让着你的。是吗？我白给你好几条命。这局认真玩去吧。白给你好。行。当！看我，累死你，像好莱坞电影一样打败你，看，就是这么牛逼。哎哎哎！这怎么玩？上面那冰上不去，我怎么过去？哎呦我，哎你看后面那个，我看看，那儿。这是属于赛点的是吗？这叫赛点，最后一局定胜负。我就在下边待着，来，这炸弹炸我呀。OK， 那么今天的这个坦克大乱斗呢，就玩到这里了。非常感谢你们的收看，专业滑冰者，咱有称号。别忘了在视频下方点个赞、投个币、分个享、收个藏、关个注。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记住每天保持微笑 ，Tomorrow Everything。Go before.